好了，各位大家欢迎收看今天这一集。今天就是平安夜啦。好，祝大家圣诞节，还没，明天。好，那看一下进来之后，发现又有新的款式的球员了，新的种类。那我们看到是过往圣诞节球员已经推出喽。哦，又是一个非常破坏游戏体验的。94分有关键球、压哨球跟禁区之王的能力，真的是非常破坏游戏体验的东西。好，那这一周对决，结果我只有打到超级巨星。原因是因为懒得打，这样没有时间。然后呢，如果想要看这周对决比赛的精彩好球的话，在昨天有发布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喽。好了，过往看一下我们的商店有什么东西。这个球场相关的，哇，卡包，这个有点像那个，应该是万圣节那种球场的部分。那我们来领一下我们的奖励组的卡包喽。目前都抽到白银的，没有抽到。没有抽到以上的，可能几率很小。好，精选组合卡包。好，这些等一下再领。好，那我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哦，那我们活动页面这次北极阵容多了三个关卡可以打，送20个训练代币跟一个体力强化。好，这是稍微，对，稍微。然后最终目标呢，我们要来集，等我到83总评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的过往圣诞节球员是只有在商店里面才有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一包啦，就是这一包啦。5%几率啊，真是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我之前在商拍卖品，因为你有看到那个种类啊，多了两个，多了三个错位球员，目前空的。然后这是我们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空的。这个是烟火。这有点在预告一下未来之后会出，会不会三个一起出，有点危险。不知道，我们节日大师现在很多人都有提到，尤其是用 Apple 手机的，因为他们都有每小时的体力强化，所以集得非常快。那尤其是氪金的，如果他们都有90的球员，就不太需要这些球员，反而可以拿来赚一笔钱。对社会是很现实的，这个真的是氪金哦，然后你就拿来卖，真的是游戏胜利组啊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OK， 然后今天重头戏来了，今天重头戏来了，今天要开包哦，不是开箱我们的圣诞礼物啦。然后很遗憾的是，这次完全没有黄金礼物。真的是完全没有黄金礼物，真的是不是黄金礼物，讲错了，真的是没有精英礼物。这次精英礼物送的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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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大方哦。去年我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啦，那个影片，去年精英礼物还蛮多的，大概有十包之类的，然后都有送球员，精英球员。哇，我们的白银礼物这么的烂。就送一张传奇万人卡了事，看一下第二包是什么。哦，不一样哦，行星冲击。好吧，把它换完。所以这样看起来，传奇万人卡还比较好一点呢，至少是精英的东西呀。哇，球衣，完蛋了，越抽越烂。现在什么状况？过来，再来。哦，我觉得他开，哇，这样也行啊，太酷了吧！
我有点受不了他的开包速度。哎呦，这个有花纹的礼物看起来比较厉害哦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哎，这样有没有机会抽到精英礼物啊？这样的话就很爽啊！哎呦，传奇万能卡 again！ 就这个，我们最后一个，再来换另外一个了。啊！呜、3000块！哦，还有这种的啊！看来什么东西都会送啊！啊，黄金礼物今天怎么只有一张呢？看看这个是什么？拜托送个球员吧，拜托，拜托你 ！What？ 没了，没了，为什么没了？好，各位啊，各位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应该是我的礼物大部分都是在明天。收藏品，我们的礼物到底在哪里？我东西好像有点太多了。礼物，我看一下我们的礼物，都是25号啊。哇，我看我还有几个礼物，好多礼物都是在明天啊。看来明天大家记得准时来看影片啊，明天开好开满。好，那各位呢？如果你有精英礼物抽到什么，拜托在下方留言，我真的很想知道精英礼物到底是什么神秘的东西，居然都不送给我，让我羡慕一下吧。那如果像刚刚黄金或者是白银的礼物，你抽到什么有跟我不一样的，欢迎在本影片下方留言啊，我都会一一去看，一一去回的，记得告诉我呀。我们下次见，今天就到这边，拜拜。